换牌就遇到这个低端牌组。哎呦，有变身哦！好啦，下去啊。下去下去。下去啊，领便当。下去领便当。沼泽人哦，还 OK， 玩得不错。攻击1800。不用怕。还有后台啊，不会吧？打保守一点的话，就是选择那个商判开圣杯，然后再变身。因为如果我变身的话，被转手就尴尬了，所以先撞再变。好，先撞再变。好，控制器就没关系，反正有这个陷坑。来，拜拜。哎、欸，全爱集齐，自由。OK 的。安安，我是新观众 ，Hello。可能再打三场吧，再打两场。每次都在两场，好，不要开，起手还 OK， 对方技能心灵透视，好赢了，心灵透视赢了，不能翘课哦，翘课我就被当掉了，之前翘太多，好升了，赢了赢了，好啦，游戏结束，感谢支持，这场赢了，对方直接被我干。被我压在地上干，好不好？赢了啦，赢了啦，不用看了啦。你这个神裸还用透视，哈哈，根本脑弱，哈哈。盖一张，啊，随便打了，随便打了，拜拜。随便打，随便打，随便打，随便赢。哦，完美。哎、欸，我好像打错了，我应该丢那个。哎、欸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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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打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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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。
啦，没有更新就很好打啦，差很多啊，没有更新很好打。这个垫子是氪金的，这卡垫是氪金的，去商店买就可以。黄思胜，阿庆加油，感谢支持，感谢加油，谢谢谢谢。这是学长吗？感觉很像哦，看起来像是学长哦，谢谢。来抽抽抽，还是比较喜欢玩这个 D Hero。 何时再开越南大战？可以啊，我三代二代都玩过了，剩下一代，一代再可以再开一下。蔷薇猎人开控制器抓了，奥克圣杯，好树堵他没有，堵他没有，如果有的话就惨了，还是开一下，我好怕、喔、我好怕有叶子哦、喔、还是开一下好了，还是开一下，还是开一下，我超怕叶子的，叶子我就死了啊。还是不要太铁齿哦，刚刚已经输成那样了，好没办法开啊、哦，开了无效，还是不要太铁齿哦，对叶子有阴影，对啊，这样打最稳。又三连胜了。不用怕，不要放圣杯。如果是叶子就输了啦。叶子就输了齁。一定输的。完全无法挽救。或许他就刚好那么时运啊。一个叶子啊。先攻。给我刚刚那一个连续抽牌，哦，神守护，好，准备，神守护亚马逊不好打，哦，这个起手，哎 ，OK， 其实我喝水速度很快，这一瓶是多少？800还是900 CC？800 CC 耶，这一瓶800 CC， 我开台就喝两瓶了。就喝快两瓶的，哇！两张即喜哦，还两张即喜哦，
Yes! Yo! Ha ha! 爽啊！是啦，啊啊，啊，爽爽爽，啊，是啦，我终于用爱鬼上网，我终于用爱鬼上 Max 了，终于不用。所以不用玩神罗了。